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Plug and Play 中国金融科技团队的岳翔，很高兴我们这次有机会跟大家聊聊天。现在，整个在金融科技这个领域上有哪些很创新的技术？然后你也和传统的一些像银行啊这样的大企业打交道，他们现在很关注哪些方向的这个创新？目前金融科技主要的一个使用者，或者说是一个行业终端的一个买单方，还是以一些银行。然后这个持牌的金融机构类似于券商，包括一些大型的央企国企的金融板块，或者是一些头部的互联网大型的机构来作为金融科技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落地场景吧。在我们这个接触到的很多优质的初创企业里面，其实还是以一些大数据机器学习为基础的，就帮助银行或者是金控平台进行一些营销拓客呀，包括一些风险控制，包括知识图谱等等，这个领域是一个比较热的一个方向吧。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支付环节，无论是这个第三方支付包括跨境支付，可能因为最近新兴的一些类似于区块链这样的，整体由于这个区块链带来的一个是个去中心化这样的一个理念，可能对于银行的这个核心系统来说，它也到了一个迭代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可能一些分布式储存呐、然后这个云存储的技术也是一个大家目前比较关注的领域。区块链的技术一般都在哪些场景上？像区块链作为一个新型技术来讲，它跟其他很多的新型技术或者是商业模式在早期发展起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类似于蛮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中国的这个从监管层面包括从实际应用层面还是比较有调控的这个重心的，所以它更多的是注重这个技术本身能够产生的实际的价值。美联储然后这个 SEC 他们其实对于区块链技术都是一个积极态度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从长期价值来看的话，区块链技术还是更多的基于技术本身来赋能商业的这个价值更大，就是短期的一些投机的行为很正常，但它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商业的本质上。所以你是看好这个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对的对的，就工具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嘛。其实很多区块链技术已经被采用了，比如说一些这个身份验证，比如说一些应用在支付行业的一些底层的技术，本身这个技术还是能为大家带来很方便的一个发展。对，看了这么多的初创公司，有没有哪一个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从它的这个刚刚起步，然后对外进行了融资，然后有一些这个实际的落地案例下来的话，蛮多这个项目都有各自的一个特色。因为除了科技企业以外，我们还接触了很多银行呀，像就是终端的这样的一些科技创新的需求上的一些沟通，所以我们了解到了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应用场景的逐渐拓宽吧。就比如说银行原来数字化转型是围绕着它的传统的核心的金融业务进行成本的把控，然后一些营收业绩的一些提升这方面，但是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就是他们也逐渐的去拓宽自己的场景，尽可能的把自己的业务延展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吧。有一些银行我们了解到了，可能就是他们现在会比较关注的是线上跟线下的一个这个整合，就是不单单是这个传统线下的网点做一些这个基础性的金融服务，他们希望通过网点作为一个触达客户的一个触点，然后把这些流量，因为现在都讲这个互联网有一个流量概念，一个私域流量这样的等等这样的概念，他们希望能把它运营起来，然后线上线下的流量打通。传统的银行啊券商啊怎么用这些技术？从银行或者是券商这样的持牌金融机构来讲呢，它的第一步往往就是围绕着它核心业务来，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包括它内部的一些创新机制的打通，这个都是非常从长远来看非常重要的。有一些国内的银行也逐渐的就是走出了一些比较有自己特色的一些这个创新模式吧，就比如说有一些银行可能就建立了自己的绿色通道，能够快速的和外部的一些优质的初创企业然后进行一个对接，从人财物的层面上对他们有一些专项的扶持，从而快速的引入这些先进技术，提升它的创新效能吧。另外一些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除了它传统金融业务范围内的，它会延展一些，比如说它会跟零售进行一个捆绑，或者是跟汽车或者是工业这个企业等等，他希望自己的这个金融服务的涵盖面和生命周期的这个流程更长效一点。
建立起来，所以他也在看一些可能不直接能够赋能他传统的核心业务，但是能够帮助他的弊端的客户。对，比如说像互联网金融或者是 APP 啊之类的，他的目标受众是 2C 的，那有了他的商业模式是 2B 的，你觉得在哪个方向上初创公司的发展会更有前途？我们接触到的一些银行或者券商这样的持牌金融机构来举例说明的话，肯定还是说 2B 的商业模式是更加快捷的，因为这个从行业的终端来讲的话，它就是最终的一个客户方。从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各行各业其实最终的终端消费者还是会落到 C 端。我举个例子来讲，为什么银行里面它有两大核心的业务，一个叫做零售业务，一个叫做对公业务。零售业务其实主要就是直达这个普通老百姓的金融业务，然后对公业务主要的就是服务大中型企业，但这些企业最终的买单方还是回到一个个人消费者，对对，个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如果仅就金融科技这个行业来看的话，肯定是 B 端的模式是看起来是最有效的，但如果是从整个这个经济运行的一个宏观角度来看的话，它肯定最终还是落脚点在 C 端。整个行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每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挑战，但是在这个挑战当中还是会有很大的机遇。就目前在国内的一个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大数据的应用的范围很广，然后很多基于大数据的一些无论是技术发展还是商业模式，快速发展过程中都是需要有这个引导的，这样的话才能确保说这些数据的应用是合理的，提供正向的社会价值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目前所有的 AI 啊、大数据、机器学习等等这一类的这些新兴的一些科技发展呢，其实目前来看主要的还是源自于大概六七十年前或者七八十年前的一些基础科学的理论的奠定的一些基础。未来如果还要进一步发展的话，可能要在基础科学这一方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突破吧。海外的金融科技企业来说，他们如果想要进军中国市场的话，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是不是就很困难？因为中国的这个市场足够大，然后场景足够丰富，十几年发展下来，在很多的领域上，国内的一些金融科技企业其实已经位于世界的一个第一梯队了。海外的一些这个金融科技团队如果再想进入中国市场的话，可能就首先面对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这是第一点。然后他要融入中国市场的话，可能他要一方面了解中国的一些政策呀、文化层面呀、人文方面的这些，他需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本土化的一个发展，这可能是第二个挑战。然后第三个挑战可能就是不仅仅要在主演金融科技，要全方位的看到这个机会。大家现在支付啊、转账啊都习惯用手机，你觉得未来有可能让所有的一切操作都在软件上实现吗？如果单从技术发展的角度，从一个性价比的角度，日后对于金融机构来讲，线下网点的存在的必要性它可能会越来越弱。但是从人文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还是需要保持某种的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技术本身它毕竟只是一个工具，用于服务社会发展的，而不是说由于这些技术然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本性上的一些东西把它给剔除掉。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技术发展它的一个使命。以上纯属个人。好的。